好，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哎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台长，感谢菩萨，感谢菩萨。啊，你好。台长，请看看一下，71年猪的身体怎么样？甲状腺，女的。71年的属猪的。猪女的。71年属猪的，我看看啊。啊，谢谢台长。71年属猪的女的。71年属猪的女的。啊，甲状腺现在已经比过去好一点了，是吧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他的脖子这里 啊，还有后面的腰背上啊，好像有很多问题，哦 ，OK， 那应该怎么样去化解啊？你赶紧给他念，每天念。如果他这个病很重的话，你赶紧给他念49遍大悲咒一天。啊，49遍大悲咒。啊，天天就跟观世音菩萨说，就求这个事。哦，可以。明白了吗？还可以。啊，这是第一个。啊，第二个，啊，第二个问题就是要给他念礼佛大忏悔文3遍。3遍，好。然后给他念小房子。小房子多少张？一个星期。一个星期，你可以先第一个阶段给他念21张。可以。好吗？不是一个星期、两星期、三星期都没关系，但是要21张。可以。然后呢，你要给他放生。可以，放生哈。好吗？再给他许个愿。可以，如果在2星期当中，没有什么效果，啊，或者没有明显的改善，嗯，你就给他念准提神咒 ，OK， 然后再给他叫他再许个愿，可以，明白了吗？类似什么的愿啊，台长？类似什么愿啊？啊，我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啊，甲状腺能够好。啊，我这次病好了之后，我就用我的有生之年，不停的去劝人家信佛。可以。啊。其实他已经许了这些愿了，台长。好，许了这些。基本上什么愿都已经许了。啊，那么我告诉你，实际上你们都没有许一个最大的愿，那就是你们不敢许的愿，那就是说你敢说你一个月度几个人，就是去救几个人，或者说我一年。能够救几个人，这是要有数字的，你听得懂吗？我知道，不是说吹牛的，说哎呀，观世音菩萨，你把我病好了，我保证救人，那一个救一个也叫救人呐。嗯，明白了吗？你数字出来，你看一看，你看看菩萨是选的什么愿，许的什么愿。好，地藏王菩萨说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厉害不厉害？厉害。啊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，我明白。